位大德，各位善知识，非常荣幸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共同学习佛法。广义寺的建筑法师以及大同师父都希望我啊能够来这里跟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佛法。那么本来去年底就想过来的，后来去年底我去了一趟印度，去朝拜释迦牟尼佛的足迹，所以延迟了，直到今天才能够来这里。那么来这里这个时间呢也是比较紧张，我们打算花四天时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学。四天时间呢，每天下午2点钟开始，4点钟结束。学什么内容呢？我想我们学习佛法，有些居士或者有些师父们学了有20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到底有没有进步呢？进步到底有多少？以后应该怎么去学，自己知不知道？这就是我们修学佛法的次第到底在哪里。所以我就想这四天我们讲的是佛法修学的次第，每天讲一个题目。那么今天给大家讲学佛入门，明天讲学佛发心，后天讲学佛的正知见，最后讲学佛的修行。那么学佛的入门，诸位你们有没有皈依啊？有没有？没有。皈依三宝就是佛学的入门。也就是说学习佛法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皈依三宝开始。皈依三宝在诸位心中是什么概念呢？是不是就是拜一个师父啊？好像就是拜一个师父就算了，是吧？皈依三宝有一个仪式，举行一个皈依的仪式。这个皈依的仪式啊，就是有一个师父来印证我们皈依三宝，也就是证明我们大家正式成为三宝的弟子，这叫如理皈依。你皈依的是佛法僧这三宝。如理皈依之后，我们有没有达到如量呢？佛法的修学啊，包括世间任何一法，都必须做到如理如量，才有它相应的感应的结果。比如说我们吃饭，大家都知道吃饭怎么吃呢？就是把饭要夹起来放在嘴巴里，嚼细的咽下去，这叫如理。如量呢，你肚子很饿，你给他吃一条羹饭，你说够不够啊？那就等于没吃。所以一定要吃饱那就够了。世间事业如此，出世间的学佛也是如此。我们发现了很多人他皈依了三宝以后，在人生的旅途中并没有产生那种真正的归宿感和依赖感，这就说明他的皈依量不够。我们举行了一个仪式，有一个师父，我们也相信我是三宝弟子，我是信佛的，可是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烦恼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是谁呢？是佛法僧三宝吗？有些地方作为三宝的弟子，家里出了一点小事情呢，他就赶紧去求神问卦。你们不会去求神问卦吧？
哎，有师父告诉你，皈依三宝的人不能随便去修行问怪，为什么？也不能去皈依其他的教派天魔外道。这里面就说明我们一定要能够做到如理如量的皈依。皈依三宝这四个字怎么去理解？皈就是百字旁一个法，依就是依靠。这个百字旁一个法，意思就是反黑为白，反黑为白。黑是什么呢？就是黑暗，代表无明、烦恼、痛苦、焦虑、贪嗔痴慢，一切不良的恶法、坏的、不好的、坏心情、无聊、散乱，这一切影响我们生命正常发展的，全部叫做黑的。白的呢，是白天，代表光明、智慧、欢喜、快乐、积极、善良、与人为乐，这一切都是我们生命中白的部分。那么我们大家生活在这世界上，每天从早到晚去辛勤劳动，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痛苦少一点，快乐多一点，是不是这样？人生最大的动力就是我们要追求快乐。世间世俗凡夫追求的是五欲六尘的欲乐，出世间的追求的是法喜的禅悦，都是以快乐作为我们人生的追求。那么内心当中，当我们把这种痛苦、黑暗、烦恼、无明显现的时候，我们一切快乐都消失了，是不是这样？当你心中非常黑暗无助的时候，你说还会快乐吗？你走路往外面走，夜里看不见路，也不知道自己的家该往哪条路走，你还感觉到快乐吗？不会快乐。为什么？因为你的心中，你的生命中出现了黑暗无知烦恼。那么皈依的皈呢，就是要反过来变成光明的人生，有智慧的人生。同时这个皈又等同于我们回归的皈。佛陀告诉我们说，我们大家流浪在生死苦海已经很久很久了，我们都不知道回归我们的家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生命的家园，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肯定的，我们的身心都有一个真相。但是你看到真相了没有呢？没有。我们大家都有一颗真心，你看到真心没有呢？也没有。你一天到晚去追求、去感受、去烦恼、去抵抗，甚至去抗议，你是以什么心去活动的？以妄想心去活动。所以我们以妄想心去活动，生活在这世界上，你所追求到的全部都是离家很远很远的事情，它不是我们真心的反馈。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说，你应该回归到自己生命的真相，不要被这些假象所迷惑。那我们大家自己从小到大，从上小学的时候开始，我们一心就是向外追求。从小上小学，老师告诉我们的知识，你的知识就要越多越好。父母亲看到我们考试的分数也是越多越好，你考100分他很高兴，你考59分你可能就得挨骂，越多越好。
追求的财富要越多越好，追求的名利要越多越好，追求的分数甚至追求美味也要越多越好。我们家庭、汽车、事业，这一切从小学、中学、大学、工作，乃至你整个人生，你不上学也一样，也是要去追求越多越好。几乎我们这一生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我向外追求越多越好，是不是这样？美国有一位教育学家莫里老人，他的最后临终的时候，他的学生问他说，你这一生对教育的贡献这么大，你认为我们的教育还缺乏什么？他说，我以前搞教育的时候不得不讲，教大家要怎么去学习，怎么去掌握人生的命运，可是我现在快死了，我应该说句真话。什么真话呢？说我们这个社会的教育是非常失败的。为什么失败呢？他说，我们的教育都是教大家越多越好，当你心向外求越多越好之后，你内在的贪心、嗔恨、愚痴，这一切法也伴随着越多越好而与时俱增，是不是这样？所以我曾经跟大家开玩笑说，我们大家的心是从来没有满足的。假如你拥有了财富，拥有了全天下的财富，那有多少？如果这个世界、这个地球，你用右手一抓就能抓到你口袋里，我们大家都是为他服务，就像上帝一样。他接下来第二个动作是干什么？你知道吗？诸位，如果是你的话，你第二个动作是什么？你第二个动作肯定左手就伸出去要抓月球了。所以现在我们科学家要开发月球，那地球住不下了，地球的资源有限。这是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们的欲望会越来越厉害，向外持求的结果是破坏了我们外在的环境，而忽略了我们内心的那份真实的生命真相。所以佛陀在2500年前就告诉我们，你应该回归到自己心灵的真相上，同时呢也回归到一切万物的真相上，不要着在外表的事项。那我们大家从小的教育就告诉我们向外持求，现在想让你回归，你自己能不能回归呢？好像很难，是不是？好像很难。你即便是没有事干了坐下来，你的左邻右舍还会来教你去出麻将，是不是？他就要你向外持求。所以佛陀说呀，你如果想回归你生命的真相，你一定要有个依靠。依靠什么？依靠三宝。谁叫皈依三宝？那么皈就是生命的归宿，依就是依靠、依赖。在我们整个人生中，需要有一个最终极的依靠，最终极的依赖，最终极的归宿。对，我们在人生过程中最大的痛苦是什么？你知道吗？最大的痛苦是不知所措，很无奈的感觉。你看看我们这个心，就像山顶上的一颗石头，它一直往山脚下滚，碰到一棵树的时候停了一下，我们以为这个心可以停住了，而事实上呢，
过一回他又要往下滚，一直就没有停止过，这个心从来就没有安过。像上学的时候要考试得分数，我们觉得好像可以安一下，但是下个学期马上要开学了，你的心就开始不安。在人生过程中，在家人好像成家立业了就能安心了，其实成家立业你的人生就更忙更累了。你以为做了一笔生意就能够安，做了一笔生意即便是赚了钱，你还要考虑怎么花这笔钱，好像暂时安了一下，实际上再接下去怎么样又继续滚，很难安下来。一直从小到大，现在在座的都有六七十岁的，你这个心真的安了吗？没有。为什么会不安呢？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这个内心啊，它没有一个归宿感。我们在外面找路的时候，再累也要回家，你在家里可以住一晚上睡觉很安心，在外面流浪你就很难安心。可是我们在家里你真的能安心吗？我们这个心灵的家到底在哪里呢？你这个心灵的家是没有归宿的，所以叫做流浪。我们平常也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人生中我们只想了两个办法，小时候父母亲要我这样要我那样，我们要抗议，我们要哭，要闹，甚至要离家出走，这一切行为我们是恶法，别人打我骂我说我，我要抵抗，所以我们的心中有一个盾牌，你讲我不好我一定要挡住不让你讲，你想把别人的嘴封不住，你要把自己挡住，一直在抵抗，以为抵抗就能让自己安心，可是抵抗有用吗？没有用。于是你反过来反击别人，别人说你好你很高兴，别人说你不好你又也说别人不好，互相之间会吵架。当你这个盾牌在心中，别人杀你的时候你拿起来要抵挡，别人不小心呢，你就把自己心中的那个矛去刺别人的心，让别人难过，是不是这样？我在十岁的时候就看到两个老太婆在吵架，他们在吵架吵什么呢？就是你骂他，说他怎么不好怎么丢脸，最难听的话，最让他伤心的话全部给他骂出来，甚至他家里什么丑闻难听的事情全在大家前面抖出来，要伤他的心让他难过。然后对方呢也一样，也把你的丑事全部抖出来要让你难过，互相之间好像是在对抗，实际上呢，因为对方骂你的时候是希望你难过，想让你着急，你他一骂你真的就着急，真的就难过，你一难过呢就想骂他让他难过，结果他也同样上你的当，他要你难过你是真的难过了。所以被人骂了难过的人是上当的人，因为人家就想你难过嘛，你就真的难过了。所以我在那里笑起来，我说你们两个人真好笑。他说好笑什么呀？我说你看他一想你难过你就真的难过了，你们俩是好朋友。我说他叫你难过你就难过，你叫他难过他就难过，你多听话，听了你要骂的人的话，是不是这样？很傻呀，我们仿佛就是这样，以为自己说了别人自己心里就痛快，就是别人在杀你的时候你哪个人去，然后呢你又是拿矛去刺别人的心，所以我们心中才会有矛盾呢。你的心中有矛盾了，每个人心中都有矛盾。所以有一天佛菩萨通过修行以后，他发现刺伤别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刺伤了别人就等于拿棍子去打疯狗，
那个疯狗被你惹急了怎么样啊？他跑过来咬你了。所以心中的那个毛不要了，扔掉了。不要了这个毛以后呢，那个疯狗就不来咬你，你不惹他们。所以发现你的毛要是没有了，你这个根也没有用，因为你不去刺伤别人，别人也不会刺伤你。所以修行人他心中矛盾就没有了。为什么说家师父脸上都那么安详呢？那就是矛盾没有掉了。那么我们为什么在生活中总是有这样的抵抗，总是有这样的去刺伤别人？有个人问嘛，说成佛，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比喻说成佛的境界给我听？有个师父就告诉他说，成佛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怎么简单呢？就是把马蜂屁股的那个刺把它拿掉拔掉。这个马蜂它一样的是生活，但是它不会有刺，不会毒别人，没有毒了。所以想说很简单，在你的生活中，你是不是经常用你的毒刺去蛰别人呢？我们很坏的，有时候蛰的最厉害的是谁啊？是你最亲近的人。因为那个马蜂屁股在他身上，所以跟你碰得近的人你就遭殃了。夫妻之间吵架最厉害的，为什么？因为他靠得最近。所以我们人啊，因为你不懂得你生命有一个真正的归宿，我们都是在外流浪的，像流浪狗一样，而且是一只疯狗，不停地在外面，你受不得别人半点的诽谤，别人稍微有一点点对我不起，你心中就留下难过的印象，就是要报复他，甚至要说两句他。几十年几百年，生生世世百千万劫在这里轮回，都是因为内心具备了贪嗔痴的三毒。所以我们在外流浪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古人有智慧，他就看到我们呢，我们人生就是这样生活在个苦海里面，整个人生脸上写了一个大大的苦字。你看眉毛是一个草头一横两边草，眼睛一竖鼻子啊，眼睛一横鼻子一竖下面一个头，什么字啊？苦字啊。所以告诉我们人生充满了苦，是一个苦海。因为我们不懂得自己生命真正的归宿在哪里。那么皈依三宝呢，就是让我们找到了生命的归宿，也就是给我们人生，给我们生命树立一个究竟真实的归宿，指明了人生的一个方向。我经常说啊，失去方向感的人生是最痛苦的。什么叫失去方向感？就是你早上起来不知道该做什么，晚上睡着了也糊里糊涂，甚至睡不着也不知道躺在那里干什么，这就是失去方向感了。你问问这些修行师傅会不会这样，他只要有修行的方法就绝对不会这样，他每天都能按照既定的方向去努力。有一个人他生活很艰苦，借了一些钱办一个小饭馆，他每天从早要忙到晚，自己要去买菜，还要去这个当工人，自己啊客人来了还要擦桌子抹布，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一到晚上很累了，一躺下来怎么样，呼呼大睡，睡得很香。经过了五六年的努力以后呢，他已经有那些钱了，
工人他雇了几个，买菜的也不用自己去买了，他只要指指点点就好了，每天赚了不少钱，吃的用的也都够了，花的还比较宽裕，于是他呢也不是一个出去混混的人，所以还讲究一些人品，可是每天心里就没事，空落落的。你说他是累了，他也没什么累，一天到晚没多少事情，晚上躺下去睡觉的时候，他这个脚呢搁在枕头上也不行，搁在床沿上也不行，用厚一点的被子垫起来放在上面好像也不行，总是酸酸的，不知道什么滋味，心里面总是不舒服不踏实。为什么？因为他忙的时候，他一天到晚，每天从早到晚，还有个方向感，我为了赚多少钱，为了把这个家打点好，哎，等他有了打点好了，他不知道他还有什么方向。所以失去方向感的人生，他的生命是没有依赖没有依靠。你不要说我很有钱我就有依靠，你看看很多人特别有钱，他死的时候都很痛苦。有个人，这个明星不是很多钱吗？跳楼自杀了。那有很多富翁自杀掉，为什么？他生命的方向感完全失去，不但失去了方向感，而且背后还有很多的仇家追赶。有钱有势都会找到这种结果，因为他没有方向感。甚至有些人装模作样的还能活得挺好，但是他如果生命没有方向感，不再努力，这个人他的生命其实已经是一个空架子，土话说就没有灵魂了。那么我们皈依三宝呢，就是要让我们树立一个终极的归宿，我们生命有一个最好的归宿，最完美的归宿。这个归宿不但从我们人开始，就算你是神仙是天人是罗汉是菩萨，都还要向前努力的，那就是彻底了悟我们生命的真相。诸位要发这个心啊，你的生命就有归属感。所以皈依三宝首先是树立一个人生的方向，也就是在我们短暂苦难的人生中，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浪，都能够想起来我回家的方向在哪。你如果失去了这个方向感，你人生生活的是很累，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凡夫经常生活的没有力量，就是有两个朋友，他在外面去赚钱，打工赚钱，赚了钱回来，在路上遇到了一只老虎，这个老虎来追来呀，这两个人很害怕就逃跑，逃跑呢就遇到一条河，河面还挺宽的，结果这个会游泳的人他跳进去想游泳了，由于害怕脚抽筋淹死了。另外一个不会游泳的人他跑过去了，他游过去了，脱离了这个老虎的追赶。那么旁边有人看到了就问他，你不会游泳你怎么会跑得过来，你有没有什么秘诀？他说我啊，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我要跑过来，我想到的是我身上拿了很多赚来的钱，我的老婆孩子一定需要这个钱，我一定要送到他们手上，老虎要吃也要让我先送到他们手上，以后我再给他吃。他想到的是家，是一种归宿。
所以他遇到这条本来可以让他死的河，他不会死，他跑过去了，拼了命他也要过去。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们的人生如果有了一个方向感，你人生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灾难，无论遇到多大的痛苦，你想到的是我们生命的真相，我们唯一的佛法身是三宝，你就充满力量，你就不会被人世间的一些烦恼，甚至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去跟人家吵架、跟人家计较，全部可以放下。世间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最大的最了不起大不了就是一死，而且我们人生是必定会死的。所以这种归宿感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那么有了这种归宿感，归宿以什么作为标准？佛祖告诉我们说，以佛法身作为标准。因为我们自己想自己跑脱三界解脱轮回几乎是不可能，世间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了脱生死的，除非他过去曾经学习过佛法，听闻过十二因缘，像独觉一样，虽然他在身上里面打坐，自己看灰花落叶能够悟道，但他必定有上根，有这个上根因缘。那么通常的人，我们大家的生活和习惯，这是随着我们所学习的这些内容，我们所接触的内容给我们增加强烈的习气。你学好的，好的习气；学坏的，坏的习气。所以学习是我们人生一个重大的要点。古人有孟母三迁，就孟子的母亲看到他小孩子很喜欢模仿周围的，开始是杀猪，甚至后来是哭丧，他最后啊搬到学校附近开始模仿别人学习。就是我们大家，你经常跟什么人打交道，经常跟什么人在一起，你的身心就随他改变，互相影响。所以皈依三宝就是让我们要向三宝学习。三宝是哪三宝呢？就是佛法身这三宝。为什么叫宝？宝具备三层含义，第一是珍贵，叫物以稀为贵，世间有金银珍珠玛瑙珊瑚琥珀砗磲等七宝，乃至其他的各种宝石都很珍贵的，所以珍贵称为宝。第二是稀有，如果很多的那就不能宝，不能称为宝，所以正因为它很稀有，因为物以稀为贵，所以就变得很重要。还有第三个叫称难得，稀有是客观的世界比较少，难得是我们大家心中都特别需要，这称为真正的宝。如果是金银珠宝这些外物啊，在你闹饥荒的时候它不需要，闹饥荒的时候金银珠宝能吃饭吗？它不能吃饭。你没衣服穿它能当衣服穿吗？好像也不行。它不是严格意义的这个宝。三宝是你无论在什么时候都需要，都很需要得到，都很难得到，这称为难得。我们大家不学佛啊，你不知道，很多人以为学佛就是老太婆烧烧香求个菩萨保个佑，菩萨保佑才是第一步，才开始。
往后人生的道路这么长，随时随处都可以求三宝加持。每个人的心中更需要把内心的跟佛一样的智慧和慈悲显发出来。所以说每个人甚至每一个众生都特别需要，我们人道尤其需要。因为人他有一个清醒的头脑，知道离开痛苦追求快乐，其他的凡夫众生、畜生道的众生大部分都是愚痴的，都没有这种追求快乐的想法，但他也有这种本能，但是他脑袋反应太迟钝了，没感觉。就像有些人我们说，哎呀，你看人生这么苦，你来学习佛法吧。哎，他觉得我人生挺好的，我为什么要学？他就不知道无常之苦，这个火啊烧诸世间。人生必定会有死亡，什么时候到来我们并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些道理。地狱恶鬼他整个沉浸在痛苦当中难以自拔，你叫他学佛，他有一个念头升起来说我要追求快乐的心，他都没有办法。就像我们有些人被痛苦折磨的时候正在那里嚎啕大哭很苦，你去告诉他你要归三宝，你要学佛，他心里啊已经被痛苦揪在一起了，你这个时候跟他说没有用，你要等他哭过来以后心静下来了再慢慢地告诉他才有机会。所以人呢他一边知道苦一边要知道快乐，有善又有恶，知道好也知道坏，所以更需要佛法。因为佛法就是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我们生命当中有些不好的东西，有些非常好的东西。你要把我们生命内在的不好的东西慢慢地放下去除掉，把生命中这些好的优良的把它发扬光大。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就让自己内心充满了智慧和慈悲，你可以把心中的自私、狭隘、无聊、痛苦全部一点点的消除掉。这就是三宝称为宝的最宝贵的地方。那三宝为什么不是二宝呢？因为这三个是相互依赖，缺一不可。佛法僧这三宝，佛法僧这三宝啊，佛就是觉悟，是代表着智慧；法就是正确，代表稳定不变。所以经就是禅的意思，就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僧就是清净，僧宝代表我们内心没有烦恼痛苦。佛告诉我们，每个人在人生追求的过程中，你有要有所选择的去追求，也就是说你不要去追求那些给我们带来痛苦的东西。人生实在有太多的痛苦，生老病死、爱别离苦、冤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甚苦，痛苦的事情固然是痛苦，即便是快乐的事情它也是痛苦。实话真讲，世间有没有一件它是有本质上的快乐呢？没有。所以佛说苦苦行苦坏苦，就是世间所谓的快乐实际上也是一种痛苦。前段时间我们家乡有一位这个信众，他是一个公安局的干部，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家庭，父母亲啊非常疼爱他，他每次工作下班回来
晚上睡觉之前都要去问询他父母亲，他母亲前年去世了，剩下他父亲，那你更加孝顺，这孩子啊非常孝顺，每天晚上都要去睡觉之前都要去向父亲问好。诸位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都没有吧。这孝敬长辈啊还难得的。那么正好去年有一天夏天的时候，他晚上加班到七点半才回来，很累，然后一回家呢，他住在三楼，就回去睡觉了。睡到夜里十二点的时候，他突然醒过来，想想，哎呀，我今天晚上忘记问父亲了，不知道父亲睡着了没有，他就跑到一楼去看他父亲。结果跑到一楼呢，他父亲已经死了，躺在地上，心脏病爆发。他这次看到他父亲已经死了，就抱着他父亲在那里哭，叫父亲不要吓唬我。他已经知道他已经死掉了，已经硬了，但是呢，他还要抱着他拼命哭，拼命叫，叫呢就脑袋受刺激了，很痛苦，50天没有睡，这50多天呢没有睡觉，睡不着，他一躺下去。就看着他父亲的这个样子，几十年人都40多岁了，他父亲也60、70岁，这么孝敬的一个孩子，父亲倒了他很痛苦啊，所以每天晚上躺下去就睡不着，什么时候躺下去就看到他父亲，后来严重到一躺下去一闭上眼睛就看到毒蛇啊蜈蚣啊这些东西，很恐怖，一下就吓醒了。后来呢，人家居士就叫他来找我，我就跟他讲，我们这个世间呢是一个强大的骗局，虽然世间孝敬是我们佛法最重要最啊主张我们一定要孝敬父母奉事师长，但是你认为的快乐它最终给你带来的痛苦是毁灭性，夫妻越是恩爱在死亡的时候越是痛苦，如果天天吵天天打死掉也就死掉了，而且呢恩爱的夫妻基本上都不会摆脱下来，那为什么？因为他太恩爱了，他就对方如果说他一句话呢他就会痛苦在心里，你太恩爱了，他是真受不了一点点的委屈。如果天天吵架的人呢，他夫妻打打吵吵啊都能摆脱下来，所以人家夫妻吵架你不要劝他，你让他多打多吵两下，哎，吵架的时候呢你还告诉他你吵了你还要掉眼泪还要哭，你不哭还不行，不哭呢他吵的那个嗔恨心就留在心里面对身体不好，所以人家夫妻吵架在那里哭啊，你千万不要劝他，你不要哭了，你要劝他哭，哭是排泄痛苦的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把身体里面的毒啊通过眼泪排出去，所以哭完以后都很舒服，是不是？有没有你难受的时候就哭，哭完了就很舒服，只是你哭的时候呢就不要擦眼睛，一擦了明天出来眼睛肿肿的不好看，哎，眼泪就让它自己流。所以世间为什么会一种欺骗，我们认为的快乐它给我们的心灵造成一种什么印象呢？给你的快乐你总觉得我想延续这个快乐，是不是？这个快乐我一定要坚持再长一点再长一点，就会告诉自己说这个快乐应该是永恒的，我想得到这种永恒的快乐，而事实上有可能吗？它不可能，因为世间的规矩规律它就是无常，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你再恩爱到死的时候总不能说我们两个人一起死，有没有？即便是一起死了他的神智也不会找到一起啊，所以很少有人一起去死的，过去旧社会封建社会丈夫死了他要妻子陪葬，
那样子是非常不合道理的。因为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的，你死你的，你还叫我陪你，那不可以。讲到命的时候，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命为根本。所以世间的一切快乐，它会构成它一个错误的感觉，觉得我这个快乐一定要延续下去，一定要延续下去。所以那些谈恋爱的人呢，他感觉到对方在一起快乐了，所以他就开始傻乎乎的开始发誓，要干嘛？要永远爱着对方，要永远不改变，要海誓山盟，要什么？古人讲的叫什么？这个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乃敢君绝。你说可能吗？冬天打雷，夏天下雪，天和地合得快了，山都没有高的山岭都没有了，这样子海枯石烂。所以这个爱啊，就给他一种错觉，他认为我这样的爱，你看互相两个人多好啊，我一定要永恒的要坚持下去。但是结婚以后呢，由于你内心就像刚才说的有毒有毒刺，你因为接触近了，一结婚就开始反对了，看到他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所以结婚不久就开始闹离婚了。现在这个社会唱歌流行歌曲卿卿我我爱到永恒的歌曲太多了，所以那些小年轻的人都以为这是真的，然后就马马虎虎赶紧就结婚了。结了婚你看现在离婚越来越高，错误的被这种思想灌输进去，就认为它可以永恒。那么这种内心造成的麻木的感觉啊，会导致我们一个认为说这个是我可以把握的，我应该永恒。你越觉得应该永恒，可是它不永恒的无常出现的时候呢，你内心就越造成差距，所以它才会越痛苦。如果他一个父母亲天天打他骂他，有道理也说他，没道理也说他，你说父母亲死了，他会不会几十天几个月在那里还不睡觉？不可能，我讲为什么呢？因为他早就知道父母亲这么坏，我肯定会离开的，是不是？但因为他太好了，所以他心里就以为不会离开，可是无常世间一定要离开，内心受不起这个打击。那这个意思啊，注意要听懂哦，不是告诉你不要去孝敬父母，不是告诉你不要对别人好，你对别人好，别人对你好，你用心去感受他，你不要像长刺的马蜂一样去刺他，你不要让身边的人受苦，可是你一定要认识到世界是无常的，痛苦一定会到来，要认识到这一点，那我们就开始苦海当中就开始找这个归宿。那么归宿的过程中啊，就需要这三个，就是为三宝。三宝是让我们对于外界的物质产生依赖，来引发我们内在的真相。我们如果依靠世间的快乐、世俗的五欲、家庭的快乐、夫妻的快乐，甚至事业的快乐、功名利禄的快乐，这一切啊都不能作为真正的依赖。佛经里面说万般将不去，唯有业常生，一切事物都不能伴随我们走完生命的尽头，只有你的行为、你的思想、你的语言、你的身体的动作和行为会伴随我们早晚人生的中心。注意记住这句话啊，身口意这三业称为业，业就是行为的意思，就是你现在坐在这里不动，你的身业清净，你没干坏事，坐在这里听经，身业清净，你不讲话，你的口业清净，你不要胡思乱想，你的意业清净。只有这种行为，你不停的训练，
到临死的时候，你也这样以清净的心，以清净坦然的状态，这个行为你要靠平时训练锻炼下去。所以只有这个行为在你死亡的时候它起作用，其他的一切功名利禄都不起任何作用。妻儿子女不能代替你受苦，你生过病的人你就知道了，谁能代替你受苦啊？谁也代替不了，连感冒都代替不了。真正能够代替的，能够改变把握的是我们自己。你只有把身体锻炼好了，不要感冒，不要让它生病，或者尽量的少生病，即使病了让它早点好，身体素质培养好。你的嘴巴不要老乱吃东西，不要乱说话，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讲话讲多了惹人是非，让人讨厌，特别岁数大了，在家里看着不惯，看着那个不惯，那就要说，说了人家也不听。所以告诉你们一个秘密，你如果知道他肯定不听的，你就千万不要讲，千万不要讲，你越讲你越反感，越讲越讨厌。你知道他没有用，你千万不要讲。如果知道他会有用的，哪怕一点点用，你一定要讲。哪怕他开始讨厌你，你也要讲，因为他会听你的。如果你没有把握呢，那你就随缘，看可以你就讲，看不可以你就别讲。讲法也是这样，如果大家都不愿意听，我是绝对不讲。你们如果一定愿意听呢，我是一定要讲。如果也不知道你们听不听，那就随缘，我高兴讲就讲，不高兴讲我就坐在这里就不讲。所以祸从口出，这口业啊要把它做好，因为这种行为会带来我们死亡的时候，你不会在那里拉力拉高量性发作习惯。意义呢，我们的思想不要胡思乱想，你应该想你应该的事情，最应该的就是让我们有智慧，让我们心有安定，让我们心有规则。所以三宝是外在的佛法身，佛像是国宝，一切经书包括师父们的开示都是法宝，所有的出家师父都是圣宝。我们皈依开始是住持三宝，住相三宝，所以我们皈依所对的境就是你皈依的如理啊，怎么如理法，你就是想到世间一切佛像都是我的老师，我向佛学习，所以皈依佛，以佛为师，皈依法，以法为师，所有的经书和师父们的开示讲话都是指导我们，告诉我们让我们的人生充满智慧和解脱。所有的师父受戒的比丘比丘尼都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向他们学习。你在皈依三宝的时候就念那三句话，尽行受皈依佛，尽行受皈依法，尽行受皈依僧，就是以这个三个三宝作为我们皈依所对的境界对象，皈依的对象。那么在整个人生过程中，只有这三样是我的老师，我不以其他的一切天魔外道乃至世间法作为我人生的指导。吃饭穿衣干活工作，这是我安身立命的，我必须去做。但是在你的思想感情当中，在你的整个行为规则当中，你应该用佛法身这三宝的规则来规范自己。诸位在心中，佛是不是你的老师啊？是不是？有没有想起来？都不敢讲了，是不是？法经书是不是你的老师？是。所有的作家之路是不是你的老师？是。
不敢讲了。是。你看，你归因没底气吧？因为你心中那个量不够，所以我们大家在皈依的时候开始啊，你一定要尊敬三宝。在你心中，三宝是我们生命最终的归宿啊，不只是这一生的归宿，我生生世世不离三宝。在这一生，最起码的是尽行受皈依，尽我的形体和寿命。诸位，你这一生如果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想到